这时候好像是要先帮你们保管一下麦克风哎，因为需要帮你们先拍一张合照，好不好？我们先拍合照，先拍合照。那麦克风部分还是先帮忙这个男孩们收一下。然后这 CDO 台上你们可以有几个帅气的 pose， 定点的 pose， 然后呢讨论一下，让我们这个现场的平面摄影呢，让这个粉丝们可以来拍摄一下画面。好 ，OK OK， 来，好，哎 ，CCTTOO 啊，帅。然后 CDO， 我们从这右手边先视线一致，看一下你们前方右手边的媒体朋友。今天算是第一次跟粉丝们这样公开见面，哎呦，前方哈，好看他看他，好，然后呢正前方麻烦看一下下。游戏我觉得真的是很辛苦哎，各位，好来点手势是否？好加点手势 ，CTO 的 feel，CTO 的 feel。今天大家穿细肩带 ，CTO 在穿皮衣，所以呢艺人真的是很辛苦啊。哦，来左手边麻烦男孩们看一下下咯。好，来设计一下他们的手势。当然呢，这两天他们的这个粉丝团的人数也是呢成长迅速，翻倍在成长的哦。也可以说呢，这个 CTO 呢备受期待，人气买气抢抢棍。好 ，OK 吗？哪边需要补一下的？好，换队形是不是？好，来换个队形，换个队形，应媒体要求。好，来 ，OK， 男孩们齐心协力哈。今年2018年最造男团已经正式诞生。好，来右手方视线，我们依序的慢慢看过来。好，来雨庆、子宁、子欣、世伟、薛恩，还有郑伟哈，大家辛苦了，来正前方看一下下。正前方依序拍完了，左手边的照顾一下咯，帅帅的感觉，自信的感觉， CTO 的魅力无法挡。好 ，OK， 差不多了吗？谢谢大家，谢谢。好的，麦克风请回到男孩们的手上。哦，汗擦一下，汗擦一下，真的。哦，你看那个郑伟汗滴成那样，真的是都喷了耶。雨庆我看也不遑多让哦，真的辛苦辛苦。哦，薛恩还穿长袖，尤其子欣还穿皮衣，应该是要疯了吧？好、哦、，OK OK， 但夏天办活动就是这样啦，让大家这个见识到最造男团的现场热力，真的很好看，一举手一投足都是充满了无尽的魅力。好，辛苦了辛苦了，啊、哦，真的 ，OK OK， 感谢大家。哦，世伟还好吗？应该 OK 啦，哦。还是依旧灿笑，笑容还是很开心。好，感谢 CTO 们。那呢，依序还是要跟大家 say 个 hello 咯。好，来，谢谢，感谢大家。好，来，准备好咯。Hello， 大家好，我是 CTO。耶、yeah, ，太帅了。我是子宁，大家好。我是世伟，我是郑伟，我是雨清。哎呦，我是薛恩。大家好，我是子欣。耶、yeah, ，好，这边呢打完了招呼，今天算是你们男孩们人生第一场的全程最早签到签唱会。对对对。哦，感觉怎么样？感觉怎么样？很热，很激情，对，真的很热。然后刐刐在路上很忐忑、嗯，因为刐刚在路上下好大雨，下大雨。但还好现在出了晴天。对呀、啊，我觉得造型师真的对你们不太公平哎，你们都穿得好热哦。没有，很凉快。很凉吗？你穿皮衣还很凉是不是？很凉。这是我们的盔甲。哦，你们的战袍。对对对对。对啊，而且为什么只有郑伟可以那个露出手背穿背心？因为身材比较好。好的，这个人生第一次演唱会，我们来问一下粉丝们给 CTO 打几分？100分，耶！谢谢但是男孩们要注意看一下哦，除了这个全场的粉丝呢来这边热情守候之外呢，有注意到吗？右前方这里有一个扭转奇迹的扭蛋墙哎，是的，你们知道今天有扭蛋机，知道吗？知道有流程，但是还没见过，还没见过，还没见过。你们知道这个活动在干嘛吗？可以跟大家稍微聊一下吗？扭蛋机。抽扇子，大家可以去购买我们的专辑，然后带到这里来，然后可以跟工作人员兑换那个什么硬币，对，然后再去扭我们的扇子，但是可能是随机的。随机，对，所以没关系，到时候那个没有扭到那个本命团员的话，可以那个互相交换一下，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那个抱得大奖归。那很多人很好奇，扇子
长什么样子。我们有做一个很大的应援扇，让大家看一下。来，六个大扇子，好大！来，让大家可以扇风，扇个凉啊！来来来来，认领一下，好可爱哦！这就是要送给 CEO 们的夏日应援扇，太大了，太可爱了哦！对对对，所以呢，大家呢签名完可以获得一枚代币，下到舞台左手方的这个扭蛋机可以呢投入代币，扭完之后呢可以获得一张。一枚一个团圆的扇子，哎，有量吗？有量吗？子欣有量哦，有 OK OK， 这个风力好足哦，风力很足哦。好，那我们让这个男孩们互扇之余呢，我们来跟在跟着你们这大大应援扇呢来拍个合照，好不好？来来来，那一样这个麦克风，我们还是帮你们收一下，方便你们摆一些 pose。好，这一次很用心哈，我们帮这个 CEO 们制作了团圆专属的夏日应援扇。好，来来来，耶！好，往左边站了两小步 ，OK。好，来，这个是 CEO 的专属夏日应援扇，让这个粉丝们在追星之余呢，还是能够呢扇扇风、消消暑。好，一样哦 ，CEO。右手边依序先来，等一下会让这个 CTO 呢带着大的应援扇会下到我们这个扭蛋机这边来拍摄一个合照哦，所以先跟媒体们来先说明一下。好，来 ，OK， 我们拍完就要下到这边来拍哦，扭蛋机前面哦。好 ，OK， 那我们让这个男孩们呢，要麻烦这个带着你们的大应援扇，我们呢从舞台右前方这边下来，到这个扭蛋机、扭转奇迹扭蛋场前面呢，再来拍摄一下照片。好，我们让这个 CTO 带着今天为大家所特别设置的扭转奇迹扭蛋场前面呢。来拍摄一下照片。今天呢，我们这个扭蛋机的扭蛋里面呢，都有这个团员们的专属应援扇。好 ，OK。今天呢，希望这个大家都能够呢得到一个非常好的礼物。那今天是这个 CTO 的人生第一次的签唱会。OK， 团员左三右三，稍微让出一台扭蛋机的，让大家拍照哈。好，特别设置了这个扭蛋机墙。好，那一样，男孩们，要不你们右手边先看一下下。好，然后呢，到正前方，还有左手边。等一下回到台上呢，还要做一个天王巨星们跟天王天后们都会做的一个敲冰雕的庆功仪式。好 ，OK， 大家 OK 吗？好，谢谢。那我们这边要麻烦 CTO 扇子，我们先帮大家收一下。那呢，请这个男孩们回到舞台上来，我们来进行下面一个天王天后天团的敲冰雕庆功仪式。哦，真的真的。等一下呢，这个冰雕后面让这个男孩们自己揭开，然后呢要打冰雕。我提到打冰雕，我怎么觉得好像会不会有人突然跑来啊？我有阴影哎，是吗？我好怕老板会突然冲出来哦，不知道他会不会来，我不知道，但我内心有嘞，罗志祥，你可以，他不会从那边垂降下来吧？我觉得他每次都好出其不意哦。好，来。欢迎我们的男孩们，辛苦了辛苦了。好，台上冰雕后面就定位，冰雕后面就定位。好，这边要先请男孩们呢，对，好凉快哦。我们要先请你们，等一下，一二三，先把这个红布轻轻的揭开，好，轻轻的揭开。天王、天后、天团都会敲冰雕庆功。CTO 准备好了吗？三二一，请揭晓哦。哦，哇！碎碎碎，好凉好凉。好，那呢，在此同时呢，我们要请工作人员帮忙送上冰锤。CTO Number One，
像我们一样，这个三二一，你们就把这个冰雕敲好敲满。好，也恭喜你们啦，销售 number one， 在这个家家的销售排行榜跟这个博客来的即时销售榜都是冠军。耶、CTO 敲冰雕前先定格拍一下照。好，来来来，一样一样，开心的笑容啦。今天应该这个老板真的不会来吧？我个人也是有点阴影在，你知道吗？因为他突然这样冲出来好几次，我都有点被他吓到。好，来 CTO 正前方，笑容满满，信心满满。经过了两年多的训练，哇塞，在这个今年夏天终于等到你们了。好，右手边看一下哦，等一下就要敲冰雕呢，享受一下冰凉的感觉，破冰的感觉。哦，来活泼的 pose。好，准备好了吗？现场三二一，请敲冰！耶、敲，一起先，好 ，OK， 好，掌声鼓励鼓励！哇哇哇哇哇哇！子妮怎么是发狠的啊？好 ，OK，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好，请把冰水放回到我们的道具台上。我们要请这个工作人员帮忙收一下，收一下。然后他们往后面稍微退一点哦，注意一下你们的安全。谢谢，谢谢，辛苦辛苦。好，道具收完，我们麦克风可以回到他们的手上，让这个男孩们跟大家分享一下敲冰的感觉啦。来来来，认领一下自己的麦克风。啊，太好玩了啦！刚那一刻觉得哦，好清凉哦。好嘞，OK， 怎么样？好凉哦，这个。子欣现在感觉很开心，是不是？我想吃叉冰啊。你想吃刨冰哦？直接拿起来吃啊，好不好？徐恩说直接，不要不要不要，兄弟情兄弟情。哎，所以刚刚这样打冰雕那一刻，这样啪啪啪，好不好玩？好开心，好爽，很开心吗？很开心，兴奋。其实比想象中还难敲，哎，真的吗？也蛮硬的，硬的是不是？硬。你们刚刚有没有担心老板会突然跑出来？会。你们都知道以前老板过去的辉煌事迹，对不对？对。老板的荒唐啊。但是他之前有说过，说因为我们是新人，所以没有给我们敲。好玩哈，那我们这个冰雕这个道具还是要那个先把它撤收一下下，对，撤收一下下。哎，但听说 CTO 你们今天呢、第一次的这个签唱会，除了粉丝来支持之外啊，亲友团们都来了哈。对，我跟大家聊一下啦。好，来来来来，对对对，哦，亲友团们都来的感觉怎么样？很。我觉得很开心，很幸福，因为是第一次，所以我觉得是给家人的一种成绩吧，是这样觉得，对，成绩单的验收，内心很激动，对不对？对。轩，你呢？我自己也是，就是我妈妈特地从台中上来，对，然后蛮开心的，就是第一场签唱会特别不容易，特别有意义，对我们来说就是很有意义的一天，对对，世伟。我也是，因为今天蛮多亲戚都来现场支持我，也算是一个成绩单交出去的感觉。对哦，来，我们这个双子啦，子宁、子欣。虽然我爸妈在重庆，但是我已经收了他们的，就是从远方打来的 call，对，为我打 call， 对。就说：“哎呀，我儿子这么帅，对不对啊？出道了哈，加油！”好，来。另外一位子啊，我父母现在距离有3000多公里，然后他们只能是打电话，视讯祝福一下，祝福今天要顺利，加油。OK， 来最后忙内政委，今天我看我妈妈，我就故意离她很远，我怕哭啊，那你现在又哭了，又要哭，又要哭，准备一下了。你真的确定不哭吗？确定。OK， 好，忍住眼泪要盯住。但是听说这个 CTO 你们的诞生啊，已经造就了几项记录，包括你们的这个歌曲点击率非常的惊人，你们的人气买气抢强棍之外呢，听说一些 CEO 啊都被你们撩到不行哎。你们就是又帅又会讲甜言蜜语，所以今天要不要这个现场让你们发挥一下？可以，可以哦。我们之前经过了甄选，让几位 CEO 要台上，让他们可以用他们的手机记录下来自 CTO 的男友视角。男友视角就表示是你们眼中看到女友的样子。
所以你们可以想象要怎么设计那个画面，好不好？好，让这个六位 CEO 经过了甄选的 CEO 来，请上来，一个人配一个，对不对？一个人配一个，来来来，你们好，小心哦，台上去找这个自己的老公啊，不不不，好，来找自己的 CTO， 好，来来来，好，好，一个人一个人对一个，哎，又是你，没有人选，就在你了，开心。这边就是那个一个一个来，一组一组来。好，先从最远方啊，好，距离家乡3000多公里的。好，哥哥先来。子宁，你先来。好，队长先来，本月队长。我们 center 留给你啊。啊，那哦 ，C 位 ，C 位，请站 C 位。你的手机呢？快接。对你有带吗？因为是男友视角。对啊。好了。好，那应该帮忙拍一下。哦，是吗？要同框才有纪念，哎，对不对？我想说同框是那种，比如说你是这样抱他，啊，这样搂他这样拍，对，因为男友视角嘛。好，来来来。从后面拍，从后面拍就好了，因为也给大家到镜头，好吧？好。傻眼。那你们往前一点点。来。我们要往前一点，好。对对对对，男友男友视角，男友视角。好，来哦，3、2、1，男友视角。不好意思，刚刚流了很多汗。其实你刚刚在站在我身后的时候，我看了一下，我发现你的眼睛特别好看。哎呦。但是我觉得没有我的眼睛好看。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因为我的眼睛里有你。哎呦！哎呦！有拍到有拍到吗？天哪，太肉麻了！采访一下，是喜欢吗？害羞，好害羞。我也觉得好害羞哦。那 OK 了哈，等下这个回去，这是照片还是影片？影片。哦，影片，好好好。我们的这个薛恩摄影师帮你记录下这一刻哈。好了啦，薛恩，记忆容量不足了啦。谢谢，感谢子宁，谢谢我们这可爱的粉丝。那下一位，那薛恩你就来吧，好不好？来，薛恩的粉丝在哪边？直接手机先交出来，男友视角。这是最萌身高差。哎，对呀、啊。OK， 要拍吗？那我用自拍的好了。对对对，好好。薛恩说 selfie 了 ，selfie。selfie，OK。那你想要他做什么动作？你这个可以录影。你想跟他有什么样的互动吗？可以拍照。啊，好，没有。啊，没有关系。那你想怎么样？好，女友都可以了，都可以。来，交给轩，这个话感觉好暧昧哈，都可以。好，对对对，好来。好，请问叫什么名字？叫我明明就好。好，明明，明明，请问你跟一般的仙女有什么差别？没有差。没有差吗？其实我觉得差很多。哎呦。因为一般的仙女呢，都在天上飞，而你这个小仙女呢，在我怀里躺。行啊，太甜了啦！哦，谢谢。走路会有点飘哦。好啦，那下一位，来来来，年纪最小的郑伟上。郑伟的粉丝，交出你的，我也很害羞，好不好？你们这样飙的，我觉得温度都高了起来了。那就很热。真的，现在更热了。好来，那郑伟你要边拍边说话嘛。好，边拍。好来。哎，我问你哦。你是有心事。难怪你都看不出来我喜欢你。你有近视，因为你都看不出来我喜欢你。谢谢，感谢可爱的小仙女哈。来来来，啊，下一位，来来来，上。好了，侍卫上，侍卫上。去吧。他一样哈，男友视角。哎呦，交给侍卫喽。侍卫要说话哦。你叫什么名？你叫什么名字？你知道为什么我肚子饿吗？侍卫手在抖啊，他会紧张啊。侍卫不要紧张。痴痴的望着你。什么什么？再说一次。我想要痴痴的望着你。他太害羞了。那你前面说什么？我说。你知道我想吃什么吗？我想吃什么？然后他说不知道。我说我想要痴痴的望着。哇塞！天哪，侍卫，因为你要说我想吃掉你啦。我想吃掉你。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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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有父母亲在，不好意思说。他说他会被打。对对对对对。哦 ，OK OK， 侍卫这算是那种小兵立大功型的啦。言语数不多，可是呢很厉害。谢谢侍卫，下一位，哎呦，来来来，好了，来，子宁上好的子宁，这不是子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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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子欣，子欣，别吓别吓别吓，你吓到我，
来来来，你拿吗？哇，你开始录了，你干嘛入镜啊？入镜了，还是我们俩的时间？生气。Keep 好来。我问你啊，你知道世界上什么糖是最甜的吗？不知道。是我们的喜糖。不知道。哦。天哪。不要躲啊！怎么样？不知道，我不知道。你有觉得被撩到吗？有心满意足吗？此生都要支持 CTO 咯。好，谢谢，感谢子欣，谢谢。来，最后一位，来雨沁，对不对？是不是？好，来来，雨沁。别紧张，边拿边拿。好，算是压轴哦，好，算压轴哦。哇！你很尖叫。怎么了？来。好，我想问你，来电话，来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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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话。就是我看到这个时候，谁程咬金啊？妈妈打电话来查情。好来。可以哦，再来一次。我想问你，问大家，你知道现在几点吗？爱你一百点。不是，是我们幸福的起点。感谢我们的六位粉丝 CEO 们，感谢你们，来来来，可以先休息一下下了哈，感谢你们哈，幸福的时刻专属于你们哦，小心回家，不要被别的粉丝攻击哦。语气都是在家偷偷练的，没有。你们刚自己六个人票选谁最肉麻？哎，这我没有想到哎，我身边哥哥都不敢动手，他们都。幸福，哥哥刚才是发乎情止乎礼，没想到弟弟直接就势头上来了哈。对啊，这是霸道的爱啊！弟弟们长大了，弟弟们潜力无限啊！好，所以呢，刚刚这个来自于男友视角的这个撩妹术，希望大家呢就是被 CTO 收纳的服服帖帖的，以后就是跟定你们一辈子啦。入住 CEO。好，你就是入股 CTO， 马上变成 CEO。再说一次，什么？入股 CTO， 马上变成 CEO。金句，掌声鼓励鼓励。那来到了最后，也做完了该做的事的，你们能不能为大家唱一首歌？你们现在最近很红的一首抒情歌。可以，可以吗？歌名叫做是。哎，但是。唱这个歌之前呢，我们就要玩一个游戏了。哦，什么游戏你们知道吗？猜一猜。不知道。知道吗？就是选 C 位的游戏。哦。好，来，直接开始啊！来喽，开始了，这决定了站位哦。到底谁先能够站 C 位？来，老天，保佑我。弃权。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啊！哇，正伟！正伟在 C 位。哇！再来继续，最好，我们继续，我们继续，继续，好，快要快要，不，你让石头不，大哥，我终于速战速决，来，不，哇，碎碎碎，来，不好意思，不，阿丽娜，我终于赢了，好，来，按照刚才测决的结果，都站好位置了吗？好。OK， 请大家掌声欢迎 CTO。